家人们，因为最近天气不好，所以很久没有出来了。今天带狗双出来转一转，小尾巴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我有妈妈出来带我玩，你们有吗？但其实只是浅浅的带它转了一下超市。这家伙跟着刘姥姥逛大观园一样，啥也没见过，啥也都稀罕。妈，他们为啥都看着我呀？谁家小奥瑞跑出来啦？谁家小奥瑞？狗顺，你也就是个大孩子了，去给妈妈买瓶可乐好吗？好的。你到底是不是个猫娃子？看见逗猫棒骂骂咧咧的。姨们给狗顺买了口水巾，到了，漂不漂亮呀？小樱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两个大波啊。妈，轻点，有点勒脖子吗？妈，他好像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衣服。姨们艾特我买的这个摩托车也到了，但是说不上来哪有问题，他已经长过摩托车了。家人们，雨池猫没上去，车走了。妈，马上退货。狗剩开车不太行，妈妈带你体验速度与激情。看我妈厉害吧，姨们，哇哦！自从狗剩来了以后，手机内存都不够用了。最近也换了新手机，刚好把旧的手机放转转 APP 回收了。姨们也可以转转看看。我也是转转的老用户了，每次体验都很不错，下单就人来收，而且回收加工的，打钱又快又干脆，特别靠谱。总之，听我的，回收数码产品转转就对了。行行行，妈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吃饭。干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